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宏源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玩包子啊。我们上一次呢，不就是跟其他的外星人进行了贸易啊，还有就是扩展我们的殖民地嘛。然后我私底下呢，就是不断的玩嘛，各位可以看到我这个钱已经稍微有一点进展了。然后玩着玩着，忽然这个外星人就把我叫过去，这我的盟友啊，就把我叫过去，然后跟我说什么？有一个奇怪的不知名物体朝着我们的文明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要去拦截它哦。我们来试试看，看它是什么东西好了。一艘奇怪的飞船，有没有？并拒绝沟通，欸，它感觉超猛的，一个特殊任务啊。对，然后顺带提啊，其实我已经可以购买他们信息了，但真的太贵了哦。购买信息的话很简单啦，就是把那个贸易路线的进度条补满就可以了。有没有维持贸易路线，最终将会获得购买信息的选项，就可以把他们整个信息买起来吧？但这个先不要这样子啊。他说这边还有个讯号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们要盖东西，要把东西卖给我哦。他想要卖他的星球给我了啊！我现在没有钱啊，之后再说吧，之后再说。哦，对，顺带提啊，这一边有没有？这个地方是另一个外星人，他是跟我们比较友好的。我一过去找他们而已，有没有？他马上就是一个蓝色的笑脸，马上就当同盟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去哪里拦截这个奇怪的东西？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个地方吗？这地方有个蓝点点呢、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们看能不能过去那边？不是啊，这个是要怎么过去？这颗星是要怎么过去？很远哎、欸，我要这样绕过来。天呐，够麻烦！来来，我们过来这个地方哦，看一下，这是个奇怪的文明，多芬贝蒂帝国，看一下还要干嘛？以理性之名，我们欢迎你。啊？跟这个不是不是这个哦，这是一个新的文明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协助你的探索任务吗？OK，我带着善意前来。不是啊，建议贸易路线。不是啊，所以他是在干嘛的？他不是他，只是这里有发出讯号而已，是不是？绕过来这边干嘛啊？啊？害我以为这边是敌人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反正这个我不管，他应该也没事吧？我现在就是继续发展我的星系啊，继续赚钱，有没有？啊？怎么了？这谁？他干嘛叫我？你误闯武装警戒区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怎样？你不爽是不是？怎样？这里怎么又一个新的啊？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好像一直有不太重要的新太空种在我们耳边喃喃自语，想要和欧斯怪帝国建立联邦。我们刚刚带着善意前来，他感觉很凶哎、欸。他的出现令我的出现令他们不安，是不是？好啊，那我走嘛，那我走。干嘛啊？又不是我，他自己把我叫过来的，在那边哭欸。来来来，我们来建立贸易路线，Yeah，然后接着就贸易哦。哦，有没有？哇，这黄色箱要卖超多钱，2万块。欸，而且这个地方的东西都好便宜哦。哇，而且我还可以买这种什么麦田圈、城市和部落，什么鬼啊？啊，对。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购买一些我的太空船升级材料，比如说这个星际引擎嘛，我可以买下来。然后或者是买这些好像都是一些升级道具吧，我这些都买了就很强的嘛，我就可以直接开火干嘛的，很强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。然后剩下的我看一下哦，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一下麦田圈啊？我蛮好奇麦田圈是干嘛的，是什么互动啊？什么叫可以跟别人互动？我蛮好奇这是干嘛的。所以说，我现在打算去找一个奇怪的部落，比如说这个地方有没有？这个地方有个部落，我们来跟他交流一下吧，丢个麦田圈进去看看。麦 田圈，我在村落附近丢麦田圈应该有用吧？哎、欸，兄弟，我丢个麦田圈，你们不要太害怕好不好？他们会有互动吗？好像没什么意义哎，我以为这样可以启发他们的心智，好像也没有。
算了，我要上去了。超没意义，卖天线到底干嘛用的啊？好啦，不管啦，总之我就继续做买卖，好不好？做买卖。好的，观众，我觉得目前开发成这样子，是时候该战争了，好不好？我想要打掉这个家伙，因为他对我很不友善啊，我就想打他。各位还记得吗？他前面叫我过去，把我臭骂一顿。我该是时候让他好好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武力了，好不好？我来接个任务，我要扩展我们的帝国，该与其他帝国一战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试着与奥斯怪帝国商谈和平，但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有没有？垃圾。但是我们所有的努力看起来都失败了，这些好战的自大鬼给我们点选择，很遗憾，我们必须证明给他们看我们无可匹敌的战力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摧毁所有城市。要怎么找到这些暴徒？我已经找到了，不重要啊，我憎恨他们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啊，你有没有给我武器之类的啊？哦，其实，这些都可以买，是不是？只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，我只有40000块啊，穷的要死啊！但没有关系，我们之前已经有升级过一些武器了，我已经有迷你自动射击以及迷你脉冲。迷你脉冲至少比迷你镭射强吧。然后我先去跟我的好同伴知会一声，好不好？好同伴知会一声，跟他说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攻打敌人啊？来来来，外交好不好？我想你替我攻击某人，好不好？Go go go！ 就是他，他是坏蛋啊！要花钱。哒哒哒 ，OK， 花钱可以的啊，我可以的。我先卖一点东西啊。他这个母亲很收那个黄色的香料啊，我先在这边卖一下就有钱了。卖一下，来来来，这是攻击，好不好？给你钱，我给他钱了。现在我们要开始战争了，好不好？战争时刻，我们攻击。这次你要打爆你啊！还敢照我星系扩张？门都没有啊！你完蛋了！阿整嘞，我要直接开打是不是？滑翔帅龙帝国，哎呦不错哦！来来来来，这里有个绿色的殖民地有没有？我们直接打爆它，打烂它吧！我们试着那个迷你脉冲，哎，这怎么不能打、啊？太远是不是 ？Go go go！哈哈，我怎么感觉 没什么效啊？这真的有用啊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各位看我在占领哎、欸，我在占领，哦，我赢了，就这样子是不是？然后我还可以抢他的东西啊，绑他的东西起来，耶、yeah, ，做得好，我们走。他传讯息给我哎、欸，你现在还想求和啊？来不及啦。我来看他要跟我讲什么屁话，好不好？我们开战了，就这样子，开战就开战啊！我是怕你嘛，我先回去补一下能量。要不开战就开啊！当我是怕的吗？我可是挂狗哎、欸！你想跟外挂打架？想太多了吧你？来，我们先打这个好不好？先打这个。这是敌人的领域，好不好？我就继续打，继续打。这个绿色的先打掉它，好不好？这个地方用我们的脉冲炮啊！来来来，攻击！哎，这有敌人的飞机啊！哦，我不鸟他，我的队友会帮我的，好不好？我就一直拆他家，一直拆他家。Yeah！ 继续。哎，我要升级了，是不是？我拿到新的勋章了、欸，著名之士，我可以领导一次更大型的同盟舰队。OK， 没有关系。哎、欸，有东西没领啊？来来，这是最后区域，好不好？是时候把你整个打掉了，直接飞进去啊，飞进去。是时候开战，使用你的武器摧毁这星球上所有的殖民地啊！当然是灭种啊！我怎么可能放任他在这边欺负我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谁？这谁？我们先用别的东西，镭射。等一下啦，你们想要跟我互打是不是？哎，啊，我输了。说过来，但我是我爆了还是我的同伙爆了？
哦，是我的同盟爆啦，不是我爆啦，我血还很多，我想说我血这么多怎么会爆？我同盟怎么强点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们先飞，我们换个武器，直指炸弹，哇，自指炸弹，这个比较强啊，哇，这个比较强。空战，空战时刻，空战时刻。哎、欸，现在真的是敌人所有的飞机都往我这里飞、欸，我只有一台飞机，有办法打吗？我剩了2000滴血了、欸，我在拉他，我在拉，我在拉，我在拉。哎、欸，他们也太强了吧！我没有想到他们的大本营这么强。哎、欸，我快不行，我快不行了，我要先撤退了，要输啦，先撤，先撤。哇，他长得猛啊！先撤，先撤，先跑，先跑。哎、欸，我们先回家了，好吧？先回家。我炸啦！哇，他怎么那么强啊？等下我可不可以多交点太空战舰啊？我做一台不好打、啊。我觉得这不太对吧？怎么会只靠我一个人打全部的人？来来，我再去找我的同盟了，好不好？我再找同盟，找他们跟我一起奋战。哦，你可以借一艘船给我的舰队吗？欸、可以哎、欸，太棒了。哦、所以我其实不一定要叫他帮我攻打，我可以带着他的船，叫他们借我船去打就对了。这次我要直接打爆他了，好不好？应该可以，因为我觉得我上次已经打不少东西了。这次应该可以直通他的地心，好不好？毁掉他全部的东西，我觉得是 OK 的啊。攻击，攻击，攻击，耶、yeah! ！要成功了，要成功哦！我打掉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哦，有吗？我不知道，到底有没有打掉？我也感觉把他占领了一定的东西了、啊。现在我还要摧毁他哦，有哎、欸，毁掉了、欸，各位！我靠，我的司机打掉他一座城市了啊！他还有几座？他还有7座城市，也太累了吧！感觉星际战争也不是就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打的，要先有够强的战舰才可以啊。不然各位就看我在这边打超久，然后一座城还打不下来。哎呦，各位，我终于可以买这个迷你炸弹了，好不好？这次就要用这个迷你炸弹试试看它强不强。我真的就是一边打，我一边就是有时间，然后拿东西去卖，你知道吗？不然真的没办法、啊。来，我继续打，继续打。试试看这个迷你炸弹强不强啊！在敌人的城市上空投炸弹，哇，挂中！我发现一件事情哎、欸，我可以在超高空的地方空投炸弹哎、欸，然后我就这样子完全不用打地上的东西，我就一直炸一直炸哎、欸，有没有？他在扣血，只要没有地上的炮塔，这些小飞机根本就拿我没好吧，还是要清一下小飞机啊，小飞机还是蛮强的、欸。不过只要我把小飞清完，他们就一坨垃圾了啊！哦，观众，我们目前已经把他的那个星球上的飞机全部清光了。接着就是我们快乐投炸弹，快乐投炸弹的时刻啦！来，耶、yeah ！这种方式有真的有办法占领吗？我就一直丢，哎、欸，真的就是空投炸弹哎、欸，也可以，可以占领，可以占领。各位看那一个计量表超快。太扯了吧！我就这样狂炸，有没有？啊，他们已经没有资源可以跟我耗了、啊，这个就是星际大战的感觉吗？他们没有资源可以跟我耗了，你知道吗 ？Yeah， 接着我们继续啊！现在剩3个城了，我就用这种超猛战术打到底。来，各位，这是最后一个层次啦！他快输了，哎、欸，他好不容易硬挤了一艘战舰出来，但也没什么意义啊。我就握2700滴血啊，我就站着让他射，他也打不死我。结束喽！你可以强迫这个星球最后一名投降，如果你想占领这个星球的话。哦，所以也可以完全消灭，是不是？那我占领好了。我们必须承认你的战略很优越。如果你愿意停，我不会停止抗拒，把这个星系留给你。好啦 ，OK 啦，好不好 ？OK 啦。
Yeah， 是我占了他所有星系，是不是？恭喜啊，恭喜！太神了！啊，他失去与我结盟的兴趣，什么意思？去看看他们吧。为什么不跟我结盟啊？我们怎么了？你跟我不好了吗？你觉得我侵略别人的星系不好是不是？我先返回我的母星一下，好吧？我先返回一下，先解完任务再说。哦，给我20000块 ，Yeah！ 所以我现在任务还有吗？我已经没有任何任务了，我想干嘛就干嘛了。接着，怎么了？他还要扩大我们的帝国，是不是？哦，我懂了。反正要么就用武力，要么就跟同盟建议贸易路线嘛。然后就是把我们的星系越来越大，扩展到7个星系，是不是？哦 ，OK。不过最后我先去看一下我们那个盟友到底有什么不爽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告诉我一下，你哪里不爽？我做什么让你不爽事情吗？为保护同盟太空船，哦。就是我让他太空船毁掉很多艘，是不是？好啦好啦，对不起嘛，我给你赔你钱嘛，赔你钱我 OK 了吧？表不表心，给你10万块够多了吧？这样他爽了啦，他不会再跟我闹脾气了哈。好啦，那最后我就把东西卖掉，就结束这一集吧。哦，这一集玩好久，而且他怎么一直在站啊？他不断向外扩张是怎样？超扯的欸，他真的就是一直站一直站欸。OK， 没关系，我就一直跟你建立贸易路线，到时候把你的星球一个一个买下来，好不好？一个一个买下来，等我之后有钱再说。啊，我的产量就很满，他有那个是不是贸易路线的限制哦？他最多就是5条，是不是5条？等我能够买下他们其他星系再说啦。那总之我今天这集可能就先玩到这么结束啊。我可能一样啊，就是私下会再继续不断的玩啊，不断的玩。那他怎么又跟我联系了？我可能就是继续玩，看能不能买下他的星系，好不好？那总之我们今天这集啊就差不多先到这，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，拜拜。